我觉得就 ，Man makes plans and 真好玩啊！但是 ，As it turned out, the small town where we would ambush the train had a significant enemy presence. Shit. Those troops would have to be dealt with. OK， 那算了，拜，回家了。我要摧毁所有的载具，然后我就一把狙击枪哎。阿伯劳恩斯，你是不是病了？而且我们还在西奈沙漠这张地图，只是换成早上而已。游戏不要骗我。Okay, let's go。而且又有哨兵在那边了，天哪！我目前蛮喜欢单人剧情的部分是它的有些故事片段很不错，然后它都是属于开放性的，它不是那种 ，OK， 我们到一个地方打靶，它是我们到一个地方，然后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打靶，所以我是觉得不太一样了。我们可以摧毁载具，要用这个 ，OK， 还有什么 ？C4， 你太幸运了 ，Come on， 你真的很幸运 ，Tiger Veer 吗？不是狙击枪，我可以拿两把狙击枪哎。哦，没有办法。OK， 我们上这个 B 点水塔吧。从 Beta 狙到单人剧情，都在这边狙人。Fuck！ 跟我开玩笑，这边打不到人。你这个边缘打不到人 ，Come on， 射你朋友，他的反应太可爱了，你打得到我吗 ？Shit shit fuck， 你喝醉了，这样耗一整晚，大哥，我们这样有完没完哦 ？Come on， 就倒下，我不会跟你长官说你倒下来就好了。Shit， 全村的人都在杀我一个，还有炮弹 ，fuck this。我在玩简单，所以我才敢这样啊！我死定了 ！Oh， I'm so fucked。OK， 他终于死。我把这个游戏玩坏了，我把这个游戏真的玩坏。咱们继续这个荒谬的攻击时刻，太难了吧？这绝对得慢慢来了。我现在知道不能硬干了，因为我玩简单都死成这样。那个人那边，那个人那边，有马在那边。OK， 目前我知道的是哨兵绝对要先绕掉，不要太靠近哨兵，这是绝对的。他发现，他又把 C 啊，这是 C4 是什么？巧克力吗？如果我这样引爆，他们也会发现吗？他们发现，跑，向前跑。
这样怎么会知道我在这 ？Bullshit， 这边都没了吗 ？Fuck。Bullshit， 那我怎么可能摧毁掉载具？我不用炸弹，我怎么摧毁掉载具？告诉我游戏。Fuck！ 太夸张。对不对？我不用炸弹，我怎么摧毁掉载具？我不知道。更多 C4， 太好了。OK， 我们把它炸完，然后就走，就这么决定了。Fuck you，Let's go。这是贝塔地图，我很熟悉的。OK 的。他们很不爽，我知道。应该原本就是该这样玩才对。我现在玩 GTA 在躲警察的感觉。Fuck you! Nice. 哎，劳伦斯，请求支援，请求支援！我要清除小镇中的地区。Fuck! 怎么可能？我天哪，这个任务很奇怪，他是叫你潜行，然后现在就说，哦，你把载具清完了，然后潜行把里面的人都杀光，没有这种道理啊。我站在高处啊 ！Impossible！ 我得弹无虚发，刚讲完我就浪费一发。Fuck！ 我射到你就要死啊！夸张了，这太夸张了！你们不要同时上上下下，啊，直接跳下去，好吧 ？Come on， come on！ 我杀光里面所有人吗？我 miss， 没有 miss， 不要再讲话。OK， 还有人在这边。Shit， 还有一个人而已了。没了，哨兵不见了，瞬间安静。OK， 下一步了。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游戏有 bug。他死了。OK。OK， 他讲话。刚应该是有点 bug。炸掉了，各位！我可以有这个荣幸吗？哦，没有，是还是游戏控制。冲 ！Oh my god！ 摧毁装甲火车。OK。战斗机来了，他们很不爽。我要怎么摧毁呢？好问题。我没有任何炮。嗨，兄弟们，我用野战炮好了。借过。他现在应该 ，Oh shit！ 很多人在，很多敌军哎 ！No！ OK， 攻击！我应该打蛮久的，哦，没了！啊 ，fuck！ 啊，有 RPG 之类的吗？
看电影的时候都有。C4。我们人民被惨电。有一个女生都杀完所有人了，我们人民都没有用。对不起，我讲的好像很凶。快撤退！好像是迫击炮支援来了。Fuck you！ OK， 撤退撤退，队友保护我啊！Shit！ 我怎么清掉这个王八蛋？结果，结果，哈，他很不爽啊！我可以感受到。Oh my god! Oh my god！ 好夸张啊，各位 ！Fuck you！弹药耗尽了，这跟贝塔很不一样啊！这边可以补弹药吗 ？No， 是空的。谢谢谢谢谢谢谢。哦，这很多炮台可以用，我刚才没看到。明明卖的是白痴。OK， 舒服多了，我只能射到他一点点的地方。Fire！G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火车要移动了，他想要更方便我射击，我猜。Come on！ 把它拆掉啊！我的族人也可以试试看用这一招。我被炸死 ！What？ 把炮台摧毁掉，应该是把炮台先摧毁掉。还动了。最好先下来，我觉得太危险。这是什么？哦，太棒了，收了。对，还好没有被摧毁掉。有点危险，有点危险。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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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Oh my god！ 换下一个，一样炮台要先打掉。Bullshit！ That's bullshit！ 那我打屁啊！那我打什么，各位？蛮夸张的吧？冲向前吧，我猜。Motherfucker！ 根本感觉没有什么用，但是我还是要得用。Shit！ Oh my god！Fuck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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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为什么我要下来？我也不知道。Come on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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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我射到火车中间。OK OK OK OK，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fuck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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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不要说是轰炸机在轰炸我，哦天，天啊，没了，没了，太夸张了，这跟贝塔不一样，还是我要先打飞机啊？不是那个打飞机 ，shit， 又没了，树直接倒下来，你在跟我玩躲猫猫？Come on,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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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 on！ 哦，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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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K， 还可以用，差一点点了，各位。拜拜，拜拜，被炸掉 ！Oh my god！ 这是什么？让我知道一下就好了，我看一下就好了。OK， OK， OK， OK。Oh shit！ 那个东西。
炸我都炸那么近，我啊，无话可讲。这个人是站在这边不知道在干嘛。向前啊！最后一颗 ，Yes，Yes。Fuck you！ 不要播这个歌 ，Dice， 很奇怪。Vengeance can be a sweet or bitter brew. 开车旁边。And you're right. We do need to think bigger, act bigger. Maybe even the Suez Canal. 是我们要打苏伊士运河吗？一次战争结束时，鄂图曼军队被驱逐阿拉伯，大英国协与法国推翻了他们对阿拉伯独立的承诺，对他们把他们瓜分得很惨。像法国有叙利亚之类的，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一个人物哦。夺取石油的战争一直发生到现在。OK， 不要告诉我就这样结束。不要，真的，好像真的结束。没有吧？可以看一点东西吧？应该吧。Yes， 啊，没了，就这样。哦，这边有哎，勿忘我们尾声吗？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是吗 ？OK， 我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我对于这个心得哈。One day, all this will be over. The war to end all wars will be won by one side or the other. The guns will rust, grass will grow, and there'll be nothing left of any of this. The land will heal itself.As everything does in the end. We'll be long gone by then, but maybe not forgotten. History only remembers one in a thousand of us. Then the future will be filled with stories of who we were and what we did, how we lived, how we fought, and how we died. When this is all over and the war is won, they will remember.Us. But until that day comes, we will stand. We will look death in the eye. And we will fight.很多预告片的动画，然后就这样吗？啊，真的就这样。OK， 感谢大家从这一开始到现在结束了。其实《战地风云》的单人剧情一直不是很主打的东西，所以我在玩的时候很容易把它拿来跟其他单人剧情很重的游戏，像是。最新的《四海兄弟三》啦，《刺客教条》啊等等，我能说的是，他这个做的没有非常的好，真的没有非常的好。里面的有些的剧情是太短了，因为他变成说不同的故事线，导致说很多的角色你根本没有太多的认识，然后他就死掉了，或者是他就
在结束了之类的。然后最后像是阿拉伯劳伦斯，他感觉就是一个进出的角色而已，也没有太多的重要性，我觉得。可是里面还是有很多很棒的一些人物动画跟对于历史的一些考据，这个我在当然剧情的预告分析等等里面都有查蛮多的资料，所以我自己本身看了以后也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同时当然搞不好也会觉得说，哦，我大概都已经知道说这里面会做什么这样子。但是我能说的是，多人连线一定会比这个精彩，这是我最后想说的事情。里面有些地方的，我觉得剧本真的没有写得非常的好，不太知道说是预算的问题呢，还是就是单人剧情不能有太长的时间，希望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铺成这些很棒的故事，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反而变得有点零碎。他这一次的尝试，我之前会觉得，搞不好是蛮好的一个尝试，变成不同的故事线，其实没有相关，但是后来发现，搞不好是有点零碎的。对，我们看一下最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哦，战壕清理者，酷耶 ，nice。所以这大概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总共有五个章节，包含序章跟最后的结尾。其实我之前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对于单人剧情，我自己做了一些猜测，都在想说会多么的尊重历史等等的。可是后来发现，它变得比较像是在介绍这些虚构的故事，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但是个人觉得真的没有做得非常的好。不过这是我自己的意见，大家可以写下自己的意见在下面的地方。那我会带给大家更多《战地风云一》的影片，就是多人连线的部分。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你可以按订阅，很喜欢。声音画面就先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支持，拜拜。We push. Every once in a while, we push hard enough that the light breaks through the clouds, and a world beyond the war glimmers. Behind every gun sight is a human being. We are those people.